年年都係咁啊！過年唔係好想過年咯。個綜援人士應該個經濟上都有個困難啦。如果過年人哋好開心，可以出街買嘢、買衫、買鞋，但我哋真係啊，可唔可以買啊？買咗之後，咁啊又驚咧，即係月中或者月尾啊，咁啊個錢銀唔夠咯。仔女去老豆屋企咯，跟佢老豆去嗰度食饭噶嘛。我都一个人，朝到晚。我谂住我一个人都冇所谓，有奶茶啦，有杯面啦，我都够啦。但系你好寂寞一个人过年过节一个人食饭。系啊，唔会，我忍受得到。